你种了白菜啥样的地方？我种了白菜，这一在院不透风，本来长得不是很好的。不是很好哎，嗯、不是院里那能不透风？麦菜地那风都给往这刮的，是不是？关键是你不会怪的，你看我把这条菜这怪的，你看看这白菜这蹦大，这白菜大不是白菜光蹦大，你看看实在不实在？你看。硬着硬着硬不等，你看看，你看，你做啥你都，这不是做一个营业模式的？这白菜就是好，这白菜好哎！哎呀，这不是，这个就是哪个白菜硬的当当的，这石头蛋硬的，石头蛋的，饭大水浅不用问人，是呗？管得怪这白菜，白菜来了，到门那天切菜人交给好几帮，这呗，这你别说啊，别眼睛也别说，我给好几帮。这白菜，你看我给你这好的，这我的妈，这这就这几天都好的，咱那一天切菜是交给好的，是呗，好呗，好好好，这白菜一个看你那俩呗，就看看俩，看俩，你那个小破人是呗，除了膀子没有心儿，对，这白菜，那天你切菜是我给你好的，这白菜当然就是好的白菜。这是给你吹的，不吹不摘，不是给你吹的。这白菜长得就是真好。不摘，这喂猪摘，这种管理这小菜园也摘，你说嘛？对，你就不是说光白菜长好，你看这小菠菜，嗯，还有菠菜。哦，你看看上面，你就看，种的这是园都下去了，这劲儿。这菜园那里不来了。小菠菜啥样了？小菠菜。小菠菜不来了。小菠菜不来，想吃呗？你想吃呗？你跟我说。也不想吃，想吃痛快给你好点，想吃痛快说话，你我想，这个都是店里懂的，你个想吃都说话。我说你想吃呗，你说想。想吃。哎呀，这都摘了。对。别说话响亮。对。还有叶子，想吃叶子了，摘叶子。啊，对。摘呗。行。走走啊，不叫你空手，好点不带好点叶子。行了。再给你挖几个老母。挖老母。你看这老婆长得多强，看这丝儿种的多好，这丝儿种的不赖、哎、不赖吧，不赖，说这鱼人都是这鱼人，对，是呗，吃了凉了，这啊，这这说啊，这都是靠了眼睛这种的，是呗，菜园那不赖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这菜园这种的算是我歪的那个那个，是啊，歪的歪着被这原先是那个啥的，我歪歪我也种种，这是过年的那抽蒜头，哦，抽蒜头，吃蒜骨头，对，是呗，对，看这老母，比你那老母强，大不大吧？这比我那强，比你那大哎，比我那大，你那大的吃了来呗？我家里多少还有几嘞？等我吃没了，等我吃没了，给你泡点好点，行吧？你看这老母多大？就是这老母家伙。哎呀，你看这，我家伙，你看这，好家伙嘞，看这多粗，对，这是叫熟穗，这可不是叫。你要这地不壮了，能长？对对对对对，是呗。对，要种地，就得这分大点儿。对，是呗。分大点吃没了我可以玩啊。行。吃没了来这，你说我没老不来，你一害我。我进水楼台三多月，我怎么在主场？你害我都给你玩。行。他们来了我可不要，是呗。行。外背着再把坑一踩，也不歇了，是呗？他说谁歪的，咱不知道。这坑一踩，你说歇啥？对呗？对对对，走走。哎呀，我叫你别来，好点菠菜，吃野菜呗。野菜下头家里还有点儿，还有点儿好菠菜，叫你好。行了，好点菠菜呗。哦，菠菜鸡蛋汤。菠菜鸡蛋汤不来。你不是人家怎么喝那菠菜鸡蛋汤是呗？菠菜有营养。哎，菠菜是好根嘞。我咋我好不等哎？看我把这娃都干好了，这能这样？这都够了。再好点吧，你走两回鸡蛋汤。够了。啊，这大的一个了的，干，这不能叫你白来，摘呗。再忘了你吃没了还来这好嘞，对对对对对呗，对，再好多了再在家放不新鲜了，对对对对，这鸡蛋汤多好，多看啊，多好也是呗，对，你这菜园哪个不来这菜园，这你看像我管理的啊，像你说这是像我管理的，哎呀，我想着这
这是有这时间管理员，这是黑夜老爷功劳，我光提供粪，提供水粪，粪大水深，要是没有我的粪我的水，他再摘他也管理成不这个了，长不成这个了。对对，你家亲戚吧，是呗？对，粪大时候得装，关键还是我，是呗？他们这是没说，这关键还是我给他提供了，他粪大水深不用问，给他提供水提供粪，他能不长好吗？对对对对，对呗？对。哦，他们说这小菜园，你说起码都是我的功劳，对呗？那功劳得占一百多，一百多。对，你这没有粪才能长。对，没有加粪，没有加水，一天天长着它也不来。对对对，他这白菜，我这一百多我的功劳，知道了呗？功劳，你这功劳真不小，真不小啊！丁平，你这一会儿给你薅俩白菜，回去你也要吧？哎呀，不好了，这会儿不好了，这老白菜还不知是哪段嘞，不好吃。当下那段估计冻冻了都好吃。你冻冻就给你薅一帮，两帮不得薅一帮？哎呀，能叫你白菜呀？我家大白菜，回去你也要吧？可实在的，给。这是咱有白菜。哦，我的。这人说从这，这白菜白的沉，沉的。要说要给你走。不叫你白来，你跟那来还行，又不菜又白菜。哦，不说啊，这是男的。